水果的秘密，文薛玉，图曹俊彦，摄影张艺文。台湾是水果王国，出产好多种水果，这些水果你都认得吗？有些果蔬的叶子你看过，有些果蔬的叶子你没看过，这些是什么果蔬的叶子？你认得吗？有些果蔬叶子的模样很特别，容易认。有些不同果蔬的叶子，样子却差不多，不容易分辨出来。长长的叶子带点锯齿，这是凤梨的叶子。硬硬的叶子背面有绒毛，这是枇杷的叶子。有人咳嗽，用它煮水来喝。宽宽大大的是香蕉的叶子。听说过芭蕉扇吗？芭蕉和香蕉的叶子都是大大的，可当成扇子来扇风。木瓜的叶子也是大大的，但是是裂瓣的。葡萄的叶子也是裂瓣的，但比较小。杨桃的叶子小小片，形状和它的果实很相似。荔枝和龙眼的叶子很相似，要仔细观察才能分清楚。开花才会结果，好吃的水果都是什么样的花结成的？这些花你认得吗？有些水果的花很香，有些水果的花很漂亮，有些水果的花小小的。杨桃的花和叶子都是小小的。番石榴、莲雾的花都是聚散状的白花。白白香香的是梨花，桃红色的是苹果花。柑橘、柚子、柳橙的花很相似，都是白色而且很香。这淡黄色圆锥形丛生的是芒果的花。百香果白色的花，花瓣基部有紫色的花晕，非常漂亮。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春季里相互争艳。水果大部分是花的子房部分长成的，像是番荔枝，一朵花上有许多子房，分别授粉、授精形成和草莓一样的聚合果。如果有些子房受精不完全，便会造成畸形果。有的是花托的部分长成的，例如苹果。苹果花靠着昆虫媒介授粉，灌萼筒或花托壁肥大，变成我们吃的果肉。还有草莓，我们吃的果肉其实是它的花托，它的果实是附着在外层一粒粒小小的，而种子则藏在果实内。也有的是好多好多花聚在一起长成的，如凤梨，
叶丛中长出松球状聚合花，螺旋状排列的几百朵小花结成圆筒状的果实，每一果林就是一朵花变成的。36，葡萄、杨桃，我们吃的果肉都是由花的子房壁肥大成长的。而猕猴桃，花授粉越完全，种子越多，结成的果实也越大。芒果，靠昆虫传播花粉授粉，它的种子很大。如果你吃到没有种子的芒果，是授粉不良的结果。一般使用香蕉没有种子，一株同时着生有雌雄中性花，不需授粉，花谢后包片的子房壁肥大结成果实。水果好吃又营养，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营养素。纤维素帮助食物消化，防止便秘及直肠癌的发生。水果有丰富的水分与食物纤维，吃了易有饱足感，会少吃其他的食物，较不容易肥胖。而且水果不含胆固醇，为碱性食物，对身体有益。铁，合成血红素的必需元素，可预防贫血。磷，骨骼和牙齿发育时的必需元素。钙，骨骼和牙齿之组成元素。钾，可调节心脏及肌肉活动性，防止高血压。维生素 A， 预防并治疗夜盲症、干眼症及皮肤干燥角化症，缺乏时容易感冒，且感冒后不易痊愈。维生素 B1， 缺乏时易引起脚气病，不足时会丧失食欲且精神抑郁。维生素 B2， 缺乏时易引起口角炎。维生素 C， 缺乏时易感冒、微血管及牙龈出血，导致坏血病，可避免皮肤变黑。有些水果贵，有些水果便宜，价格贵的水果不一定比价格便宜的水果好。有些水果营养价值高，价格却很便宜。四个大苹果的维生素 A 含量只等于一小片木瓜，维生素 C 含量只等于一小片番石榴。维生素 A 来说，芒果是苹果、水梨的105倍，而木瓜是苹果的12倍。番石榴的维生素 C 是苹果的20倍，水梨的60倍。买水果看时节，每一种水果都有一定的产期，同样的水果在盛产期长得最好，产量也最多，所以买盛产期的水果好吃又便宜。吃水果也要看时候，有些水果采下来就可以吃，有些水果采下来还要催熟才好吃。像是柚子、文旦，采下后放一星期左右再吃，比较甜，好吃。
有些水果可以放在冰箱里保持新鲜，有些水果不能放到冰箱里，像是番荔枝采下来要放几天变软才能吃，如果放冰箱或用塑胶袋密封就不能变软，且会变黑。水果采下来还是有生命的，刚买来的水果有的要放在冰箱里保持鲜度，香蕉怕冷，放在冰箱里会变黑，凤梨对低温敏感，所以放冰箱一段时间，果肉会软软烂烂的。摘水果，吃水果要选对位置。同一棵果树，向阳部位的果实颜色比较深，甜度比较高。同一个水果，不同的部位，甜度也不一样。我们常听说凤梨头西瓜尾，指的就是凤梨头部长在下，尾长在上。生长时头部的小果发育较快，所以头部比较甜。西瓜是刚好相反。果农种水果，不同的水果用不同的方法繁殖。从香蕉株旁的西芽切下生长点的一部分，培养成香蕉的幼苗，再移植到园里。大多数水果是用扦插、嫁接、压条等方法繁殖。嫁接法繁殖水梨，只有少数水果是用种子种出来的。利用木瓜的种子繁殖新的木瓜苗。以前台湾的许多水果并不好吃，芭乐又小又硬，杨桃又酸又涩，梨子又硬又粗。经过农业科技人员和果农多年的努力，水果的品质和产量都进步了。不但如此，农业科技人员更和果农合作，使许多果树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开花结果，调整水果的产期。现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好水果吃，怪不得有水果王国之称。杨桃、番荔枝、葡萄、番石榴等是利用剪枝促进它发出新芽再开花结果。高尖梨，高冷地温带梨的芽体经低温处理后接枝于本地衡山梨的枝上，可提早开花结果。莲雾树灌水1至1.5个月，使老叶落叶后发出新芽开花结果，因此可控制开花期来调节结果的时间。